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小军，欢迎收看中嘉新闻。上香祈福，基隆市副市长林永发率领市政府教育处及公务处等单位举行祝祷上梁仪式，祈求工程平安顺利。这学校是在也很久，所以有些校舍都比较老旧，包括现在科技的进步，学生受教权跟其他学习的方面，很多设备都已经比较不足以去让学生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学习环境。所以市政府这边也跟教育部争取了1亿6000多万，市府配合停车场交通处这边也编了1亿5000多万。受限于地形的因素，中兴国小四周被社区包围，政府规划新建校舍，特别将基地抬升，避免地下室开挖。而建筑设计的巧思也获得2020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规划设计类特别奖。那这个抬升有两个好处，一个除了景观之外，一个就是地下室的开挖可以减少它的土方的出土，那空间可以目前规划起来有120辆的汽车跟95辆的机车可以停用，而且一个很重要就是家长的接送进来之后有一个特别的接送区，那这样的所有的动线跟环境的结合是一个非常棒的。新的校舍完工之后，政府也规划了120个汽车停车格及95个机车停车格。出席上梁典礼的市议员希望市政府能够妥善运用停车位。我知道说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停车位的释出哦，我也希望未来能够敦亲睦邻，能够让我们周边的里能够可以来停放。希望之后呢，这个停车空间呢也能够给来游泳、来市里游泳的这些民众呢，能足够的来停放。希望未来在整个工程不止如此的完工之效，等下为我们地方的学生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也期待未来这个好的环境变成社区共同的一个热门学点。新的校舍紧锣密鼓的加紧赶工，预计年底完工，将提供崭新40间的教室，对于学校提升教学品质将有很大的帮助。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请上台设奖。一一的上台接受市长林佑昌亲自表扬，来自百工百业的模范劳工，每个人都有值得表扬的事迹。我们是不是可以再一个掌声？基隆市宠物服务员职业工会推荐的模范劳工李威翔，身兼基隆市宠物银行兽医师，因为具有爱心，获选模范劳工。希望就是大家多来认养我们的狗狗跟猫咪，这些猫小孩其实是很可爱、很乖的。那就是在我们认养出去的时候，我们也会尽量的照顾他们的身体，让他们就是身体就是健健康康的出去这样。而从事火锅餐饮业者的纪文权，平常关怀弱势，提供关怀服务。抱持取之社会、回馈社会的精神，对于这些弱势团体，我们都要不遗余力的去帮助他们。那不然，包含像一些幼儿园、孤儿院，或是我们一些独居老人的部分，其实我们都会比较关怀这些团体。模范劳工表扬大会，基隆市长林佑昌、立委蔡适应及各工会理事长都莅临到场观礼，表达祝贺。在这边也谢谢所有的好朋友。在这一年多来防疫期间，配合政府的一个政策，我们基隆市在每一个防疫的工作上都非常的到位啊，所以我们的疫情是非常非常的稳定。当其他的县市譬如说最近大家媒体上可能有看到一些新闻，把它管起一环肉一时阵，咱基隆市其实是非常稳定。最近这两年。虽然有疫情的关系，但是台湾的经济表现还不错。他们甚至预估今年台湾的 GDP 成长率会超过5%，创下20年来的新高。那这个也是我们在座劳工朋友的努力。
劳工节前夕举办表扬大会，市长亲自颁奖勉励模范劳工，期盼大家继续发挥螺丝钉的精神，让这个社会更进步也更加美好。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怎么选市长？好问题，好问题。听到学弟问自己如何选市长，林佑昌回忆，当初第一次选市长时穿破了六双鞋，因为他认为选票是一张张走出来的。我第一次选市长的时候是38岁，我是那一届最年轻的市长候选人，然后我的知名度是零，所以你也可以选市长。我选市长的时候我知名度是零哦，你们一定不可思议，想说神经病，那个知名度是零，你也敢去选市长？可是我就是这样子开始。那我第一次选市长的时候呢，我穿破六双布鞋，所以如果你要选市长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选票是走出来的。受到母校文化大学邀请，基隆市长林佑昌特别与景观系学弟妹畅谈如何解决台湾城市发展的困境与问题。在分享改变基隆这座城市的经验时，林佑昌直说，在文化景观系与台大城乡所学到的对他帮助很大。我们建筑规划或者景观科系的学生有一项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去做田野调查。你必须去做田野调查，实际了解实际的现况，而不是透过间接的资料去理解问题。那我们之后在做规划跟设计，在处理解答，提出解答的方案的时候，才会真正到位。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系上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在说明如何运用都市计划专业，一块块的缝合及策略性的把缺点变成优点，让基隆市彻底翻身。像现在最夯的正滨色彩屋，就是他与文大景观系主任郭琼莹携手磨了2年，才唤起地方居民的参与意愿。林佑昌也对现场学弟妹提出几项建议：规划必须要有整合不同专业的能力，而不是只是会画图。所以我会非常建议在座的同学，特别是念都计系的，最好要让各位的知识的广度要广。虽然都市计划的专业技巧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能够接触不同的领域，把你的知识的范畴扩大，会对未来你在做都市规划的时候会很有帮助。而且都市计划也不是只是话而已，你必须要听得懂其他专业的人讲的话。会建议各位同学不要被现况所制约，要去想是把事情做完还是把事情做好，对不对？林佑昌也鼓励年轻人应该勇于参与公共事务，用实际行动来改变社会。我非常鼓励年轻的同学或者年轻人一定要参与政治，因为政治跟所有事情通通都有关系，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所以各位同学一定要积极的去参与公共的事务，透过你们的专业，透过你们的专业上的一个能力去改变这个社会。其实这个就是念规划、念建筑、念设计，我觉得最棒，然后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以30个小时拆除市中心区天桥为例，林佑昌表示，自己的人生态度是永远不要说不可能，用积极乐观的精神去面对每一项挑战，透过改变让不可能成为可能。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国中生谈恋爱了，是坐着还是站着玩啊？坐着啦，坐着啦，是坐着玩。对对对，站着太开心。哦，完了啦，对对对，对啦。突然间，我想到我上次玩这个，不知道是多久以前的事情，30年前。立委蔡诗英跟市议员张之豪前来会勘亲子游乐设施，从现场来观察篮球场跟儿童游乐场的轮廓已经大致完成。立委蔡诗英、市议员张之豪、当地外寮里里长严厚广会同各单位进行讨论。尤其是台电的电杆迁移以及相关排水设施、灯光等等，大家对于这个景点所规划的新设施都相当的期待。地方上希望让民众使用起来更加的安全便利。
我想大武仑森林运动公园是我跟市长我们在努力推动的前瞻计划里面，基隆有更好的一个运动环境吼。那这个位置在大武仑，靠近新山水库的地方。那各位看到，其实整体的规划还做得还蛮不错的。那准备就是在市政府在验收完毕之后，即将对市民来做开放。那今天特别跟我们的议员还有我们市政府的相关单位来这边来看一下，还有哪些缺失需要改进的吼。那当然我们大家列了一些缺失改进，我们希望市政府在这部分能够再尽速来协助处理。那我想安乐区是基隆市人口最多的一个行政区齁，那在大武仑这个地方的人口就好几万人，那我们期待这样的一个运动公园未来开幕之后可以成为一个新的亮点，也让更多基隆市民有一个选择的地方。那目前在基隆市民选择基隆的运动的地方，当然除了我们现有的这我另外在努力协调争取的就是我们的基隆市立体育场的改建案。那这个部分我们事实上我也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前几天教育部又另外额外同意补助了好几千万的预算，让这样的整体的规划能够做得更好。那另外当然就是我们看到的暖暖运动公园或者四维里的运动公园等等，那我们就期待让基隆市有更多的运动公园，让所有的市民好朋友在运动的时候更好。那这个开幕之后我相信会是一个基隆新的一个亮点。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市府对于我们基隆市的儿童游戏空间有非常大的新的一个重视，所以说我们陆续看到不论是既有的百福公园，我们现在也准备要这个好好的去给它维修，那或者是说新成立的四维公园，还有我们现在未来的这个大武仑森林运动公园的第一期我们都看到陆续的在落成，那带入了很多新的观念，带入了很多新的这个游具，那我们也看到说确实我们还有很多也需要这个在加强的地方，那在这一点非常感谢我们的委员还有市长，我们大家都一起努力去把这些问题一一克服，那希望说能够建立一个基隆市更友善亲子友善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生活环境。我们这边就是这个围篱比较小了一点啦，比较低了一点，现在能够加高，还有这边的围篱，因为小朋友这样走来走去，而边这边的交通那个有蛮那个多的车辆蛮多的，然后希望说加装围篱啊，以测这边保护这边的安全。这个新景点大武仑森林运动公园是利用前瞻基础建设经费，由中央跟地方共同来新建。里面除了有篮球场、儿童游戏场，还有溜滑梯、攀岩、极限运动场等等。经过会刊交换意见之后，接下来会进行部分设施的补强，相信完成启用之后，会是基隆运动健身跟亲子游乐的新亮点。记者洪日升，基隆报道。和协会百位志工们一起积极推动社区关怀据点工作，以及后续的长照 2.0 巷弄长照站服务，结合新丰街六大封闭型社区，每年照顾大约600多位长者，包括电话问安、健康促进活动、共餐以及设置免费血压血糖量测服务站等等。七年来的努力付出，荣获卫福部经典之星团体奖的肯定，等同100多位协会志工同时得奖，成为经典之星。更由协会的灵魂人物，也是协会执行长的丁丽娜里长代表授奖。也经过了很多我很严厉的要求，他们都一一突破，才让我能放手跟扩大更宽的路。那这些人，我在中由衷的在感谢他们。你就是我的家人。我也希望永远是你们的父母。在全国评比中脱颖而出获奖并不容易，回想当年还没有担任里长时，新丰爱乡协会一开始投入关怀据点关心长者这个区块，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认同，有心人总是带着怀疑是否有其他企图的眼光来看待协会的付出，让协会不但没有受到支持，反而是被打压。在做这些的时候，很多的里民声音就会认为说，有所为，有所为要有希望，也有所得，那个德是私自的德。但对我们来讲说，我们其实都是很单纯的一个淳朴心哈，一个愿力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常常被打压。那为了要克服这些问题的话，我自己心理疗愈啊，用心理疗愈平常心理正念观去想，就是应代表说我已经做了，有人看到了，我做的不见得是完全好。对方讲的也不能完全错，所以我去融合。
以新主导民心见性，莫忘初衷。丁丽娜拿着刻有自己座右铭的得奖纪念牌强调，感谢所有协会志工们默默持续不间断付出，更感谢分布在新丰街上一整排，包括碧海晴天、巴塞隆纳、海洋世界、海中天、普罗旺士以及我泉山庄等六大封闭型社区管委会的支持，让协会关怀社区长者的服务能够顺利推动。而这几个大型社区的人口数就占了新丰里将近7000人人口的绝大多数。我们有共同的相同点，都是为了里民好，所以这个地方我要感谢他们说能够有这样这么好的一个每个社区的管委会都有这么好的理念，愿意跟我们共同来为里民服务，这点我还是在这边还谢谢我们的六大社区，谢谢。跟着长者们一起开心律动跳健康舞蹈，新丰爱乡协会执行长也是现任中正区新丰里里长丁丽娜表示，让健康长者继续维持健康，让亚健康的长辈延缓退化，让年轻人安心上班，新丰爱乡协会的初衷始终如一，从没改变过。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慈云寺的财神殿奉有五路财神、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求财不运的香客相当多。每到财神爷圣诞，总是吸引大批信众来到慈云寺直角求发财龟，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供信众认养，到了慈云寺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关心市政，这回来节目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来讨论各项政策最新发展，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9点基隆第四频道《关心市政，这回来》。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文昌君圣诞、观世音菩萨圣诞、玉佛节及祭孔大典等，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总是不遗余力的认真规划，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慈云寺。这是民进党基隆市党部首次举办敖民主议题思辨学堂的情况。5月1号下午，民进党将举办第二场议题思辨学堂，这次以回乡创业为主题，希望鼓励协助返乡青年创业。事实上，我们在各县市呢都有举办过这个青年思辨学堂哈。那最主要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要特别邀请到我们基隆市政府我们采发处处长黄建峰黄处长，以及我们公策会总干事洪森勇洪总干事两位一起来为青年创业做许多创业上的疑问的事宜。那除了创业呢，会有资金需求，或者是我们会有空间的需求，甚至是人力的需求呢，我相信都会在这个课程里面呢获得到比较多的解答以及帮助。由于当天上午基隆市长林佑昌将进行从基隆骑自行车到关渡的铁妈会活动，民进党基隆市党部方面也邀请学员先到庆安宫为市长加油祈福，希望活动能顺利完成。当天上午非常特别，是我们基隆林佑昌市长要从基隆的八斗子一路呢骑脚踏车经过我们北北基的自行车道，终点在台北的关渡宫，总共会经过6个妈祖宫庙。那我们特别邀请我们当在地青年能够来到我们基隆的庆安宫，我们一起来参拜妈祖，然后来为市长这次的启程活动来祈福，也希望市长将我们的祝福带到台北市的关渡宫来做两地
的妈祖的结合。民进党基隆市党部方面也贴心的准备加持过的基隆骂吊饰，要送给参加的学员，希望有心回乡创业的基隆青年踊跃参加讲座，一定能收获满满。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一二三，哇，红烧鳗鱼羹，红烧鳗鱼羹，牛肉汤，哇，牛肉汤是拌肉汤品的，真的，对对对，台南来台南一定要吃的，而且红烧鳗鱼羹哦，是大家一定到基隆要一定要。基隆市长林佑昌与台南市长黄伟哲化身大厨，以九宫格方式 PK 两地九样美食小吃，两人还分别秀出隐藏版美食海鲜米粉及善花芝麻面，让现场来宾都垂涎欲滴。你可以在里面吃到旗鱼，可以吃到真正的锁管。也可以吃到土托，那我们来交换好了。身为国内南北美食之都的首长，两人特别透过美食共同行销城市。此外，两座城市同样拥有大航海时代的历史，因此基隆市长林佑昌受邀到台南参访，第一站就选择安平古堡，也就是1624年由荷兰人所建造的乐至兰城，并互赠结合文化历史的创意商品。基隆哦，1626年哦，在和平岛就已经开始西班牙人建圣萨尔瓦多城。我们台南1624年荷兰人来建安平古堡哈、哦，那可以看到建那个热兰遮城啊、普罗民遮城，这两个城市其实都是相近的。我们也很希望说，在很多事情上，不仅是在美食上哦。可以互相有很多交流的机会。在1624年的时候，荷兰人在大园这个地方盖了这个热兰遮城。那西班牙人在1626年的时候，在基隆盖了圣萨瓦多城。那一南一北啊，其实在那个年代要上了这个大航海时代的这个历史的舞台。所以我今天特别带着市府的团队是来我们台南这个古都。文化历史之都哦，来学习来参访。除了成功改变基隆外，刚接任台湾健康城市联盟理事长的林佑昌也透过重训改造身材，减重有成，让黄伟哲直说要跟着学重训。上上个礼拜我刚刚从这个郑文灿市长手上接下来这个棒秤城市健康联盟的理事长哦，所以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身材现在算是非常的标准了，以前有肚子哦，现在都是平的。因为什么？因为我前几个礼拜开始做重训，所以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成果。那个伟哲市长，我要跟林市长学习的地方。刘昌表示，这一次南下参访重点在于交流城市治理经验，并联手行销观光。刘昌在现场也特别宣传十月即将在基隆登场的2021城市博览会活动，并邀请黄伟哲市长与台南乡亲届时到基隆参与，感受蜕变后的海港城市风貌。中嘉新闻采访报道。松山文创园区101年开始举办学员暨毕展活动，十年来吸引近200万设计业界到松烟挖掘明日之星，也有94所学校超过500档的设计、时尚、都市与景观、建筑设计及大众传播主题展览参与。今年学员暨则是由50所学校共同策划为期6周的主题展，精彩作品轮番登场。其实每一年学员季啊，都是产业界来这里找创意跟找人才的地方。其实我们说学员季是学生在学校的最后一档展览，但是呢，其实它是进入市场的第一档作品的展览哦。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这样一个部分呢？因为其实松烟搭的是那个平台啊。那像这次除了说我们有邀请产业界来担任我们学员季的一个叫做顾问团之外呢，这次其实很多的业界一起来参与，比如说像新传媒，然后像赫斯特，还有像 Vogue 哦，这些媒体为什么愿意支持？当然都是因为大家都需要这么多的创意跟人才。那同时呢，还有像 AIT 的 AIC 美国创新中心呢、哦，也非常的重视创新跟新创。那所以这次也大力的支持松山文创学员季，那也特别邀请大家所谓的梦幻中的大师哦，也在这边策办了6场次的活动，那也非常精彩。总共有国内94所大学
大概占了将近二分之一的大学了吧，94所大学，127个校系，更重要的是有500个以上的毕业主题展。10年在这边，所有包括学生啊、老师啊、业界啊，到这里来超过200万人次。学员季承载着许多学生的创作能量，提供平台让他们实现梦想，媒合产业界，扶植国内文创品牌找到人才，也让民众欣赏到来自各大学校学生的设计元素，盛大举办，精彩可期。记者温俊台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嘉新闻，也欢迎您到中嘉新闻的脸书及 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另外，我们也与 FM 轻松电台 96.9 联合直播，欢迎准时收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顺心，我们再会。TV 4K 智慧机上盒，数千部强档影剧随你挑，电视轻松看 YouTube， 陪你追剧零时差。立即升级 Home Plus TV， 光纤上网加有线电视799元起，再赚看片金2400，申办首月通通免费，手刀抢办。